这样的长得好看的人他都会想一下。三号窗口，哦，三号在那边。发现芯片在左边。好的好的，谢谢。号码布和芯片去进行一个芯片检测。感觉整个过程应该是没有一分钟吧，虽然这个场馆特别大，但是真的是特别特别快。号码李欣。长江上面做了九个桥，就是二七大罢工，就是为的工人罢工的地方。哦，师傅，他问一下，咱们武汉哪里美女最多啊？那家不清楚。哦。